UFC 作为世界顶尖格斗联盟，自然具有一流的影响力。而征战比赛退役后的选手，大部分都去开拳馆或者做解说员，当然也有像战斗队一样一边比赛一边拯救世界的英雄。但是还有一些选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开辟了一条新的路，现如今在格斗选手退役或者转型后走上大荧幕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现如今 WWE 拳击格斗都有成功转型大荧幕的先例，最成功的肯定是前摔角运动员巨石强森，好莱坞男演员收入榜第一名。作为表演性的摔角转行去大荧幕特别得心应手，但是拳击和格斗转行演技就没有那么好了。多次来中国捞金的前拳王泰森一次次参演中国的电影，虽然演技在上升，但是挑片子的功力还是差一点。而中国拳击代表人物邹市明更是在大荧幕上玩得开，不仅参演了变形金刚，甚至带着儿子上了综艺节目。从演技上看，邹市明还是略胜一筹的。作为综合格斗顶尖联赛 UFC 的选手，自然拥有先天优势，巨大的粉丝团都给他们跨界演出提供了便利条件。目前为止 UFC 中已经有几位选手成功出演了电影，甚至有几位冠军都与我们中国的演员有着很深的交集。下面就让我们盘点一下 UFC 中几大成功的演员。一、女王龙达罗西，作为曾经世界格斗女选手中的头号招牌，前世界冠军，自然是全世界格斗粉丝心中的女神。与她合作的更是各路大咖，参演了《速度与激情》系列、《敢死队》系列，不知道算不算间接和李连杰合作了呢？在卫冕失败后，龙达罗西便去了 WWE， 并且在 WWE 中有着很出色的表现。以他曾经在 UFC 的影响力和他对于女选手项目的推广贡献，他入选 UFC 名人堂还是实至名归。二、爵爷迈克尔·比斯平，前冠军选手，现任解说，参演了《极限特工》系列，在电影中与我们的吴亦凡合作。在女粉丝们沉浸在吴亦凡美颜中时，只有我一直在等着爵爷喷人呢。不过爵爷的演技还是很 scrisker 的。三、GSP， 重量级传奇，客串演出《美国队长》系列，在电影中的定位也异常符合他的身份，以凡人之躯对战美队不落下风，还是很希望 GSP 能够继续打比赛的。四、面分伍德利，教主史泰龙与黄晓明的育儿，也算是在中国涨了一波知名度，但是演技吗？还是需要磨练的。当然最期待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的还是嘴炮，以他和梅威瑟赛前发布会上的情景来看，嘴炮的表演天赋还是很棒的，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他的身影。不知道狂外顾轩的爱尔兰人在荧幕中会塑造什么角色呢？